望政府咧就盡快可以即係撥出呢個皇崗口岸，同埋即係盡快做規劃咧，俾呢一個科學園咧就更加早可以落實創科用地嘅使用啦。咁漫漫長路㗎，而家呢度睇呢個河套要起嘅話，咁所以追唔上我哋科技嘅速度啦，同埋需要啦。咁政府終於落實咧，其實都係一個好嘅發展方向。多咗喺我哋嘅皇崗口岸嗰度，嗰個熟地咧，其實嘅發展咧，我之前咧，我同阿局長了解過咧，其實咧可能發展仲快過河套。河套呢度你而家見到仲係一個地盤，仲要平整，仲要成先起，但係反而喺我哋嗰個將來，如果一地兩檢嘅口岸係用我哋舊嘅口岸嘅地方嗰個熟地，係可以即刻攞嚟係做呢個創科嘅發展咧，我諗嗰個發展嘅時間會比河套更加快。我哋經常性都有講話人流、物流、資訊流啦。咁其實硬件配套都好緊要。見到對面已經發展成咁嘅情況，我哋香港似乎咧聯繫方面啊，甚至乎一啲 policy 啦，我哋都要需要做多啲嘅。切實去希望發展咧，尤其是創科方面咧，係要盡快搞掂嘅情況咧，真係策略上咧調整咧，我諗係無可厚非嘅。咁作為後生仔、年輕人咧，咁我都好關心咧，喺呢個咁有限嘅一個空間入邊咧，點樣做到一個完善啦，同埋一個好嘅一個叫做俾人才公寓咁嘅地方咧，令到佢好去生活喺呢個地方咧，亦都可以去做好佢哋創科嘅工作，咁呢個都好緊要嘅。係啦，咁我其實見到就係好大嘅對比，就真係福田口岸嗰邊咧，哇，高樓林立。但是我們這邊的發展真的非常之慢，我期待其實真的接下來可能我們真的要急起直追，要加快個腳步，如果不是真的追不到個時間。其實我們的倡議為了加快推動我們的創新科技的發展，除了剛才說將一些落馬洲管制站的熟地拿出來去盡快推動之外，其實現在我們看到河套區仲有大約三分二多的用地，其實可以用一種方式，就是都是政府主導，但是政府是主導應該要投放或者是發展哪些的產業，例如可能醫療科技啊，或者是可能新能源啊，一些的產業啦。但是個問題就是除了是政府主導這個的產業的發展呢，就應該是給一些企業呢是批地俾佢哋咧建佢哋嘅研發大樓，咁啊呢個會加快嘅。我哋睇咗咧個工程係開展咗，但係咧似乎速度咧同我哋想象中就係慢，係咪？大家講咗咁耐都覺得話，工程快啲盡快去進行，盡快完成啊！咁啊另外一個咧都要同深圳方面有商有量先得，因為邊境嘅地方咧。最好的了，大家相隔咁近啊，如果我哋有咩嘢咧，互相商量配合啊，咁我覺得呢個發展咧就相得益彰啊。